概得多久？三分钟就好，你不用太久。这么长？啊，一分钟也可以啊。我没有那么多要说。没关系，几分几秒钟都可以 ，OK 的，没事。五、四、三。大家好，我叫雷江，来自陕西西安，我是内地西安的一家报纸的著名记者，然后现在在美国读书。这次来台湾，非常高兴可以认识到这么多朋友，也有幸来到南港社大，参加就参观这里的这个那个成果展。看了以后觉得。我有看各种演出，然后还有看各种的展台，然后包括他们做的手工制品，还有一些别的学习班的成果。给我的感觉是这里的氛围非常好，这是其一。然后其二是，我觉得跟内地有一个很大的区别，就是内地也有类似的这种社团或者是社区的这种活动，但是内地可能。只有老人在这里，因为老人就是退休的老人有闲暇的时间，但是内地就可能没有年轻一点的人，在这边，因为他们都很忙，他们要上班，然后他们要学习，要工作，没有时间。但是我觉得台湾这一点非常好，它的这个社区，整个这个结构，我觉得非常合理。有老人，有小孩，然后也有年轻人，然后各种节目都非常的丰富多彩。总而言之，就是给我的感觉是，这是一个充满活力，然后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社区。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来参加这里的活动，然后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。谢谢。您讲的好极了，好极了。您可以给我一张名片吗？我没有名片。那雷是哪一个雷？哪一个是雷？